game. Vivo V15 Series. Vivo.我们当然就是目标冠军啊，我们不可能拿第二、第三，第一名对我们来说，我们并不是做不到。对，我相信，如果其实我们更加努力的练习跟琢磨的话，其实冠军真的不是什么问题。因为我们是一个业余队伍，然后参加比赛的机会也没有那么多，一直去努力的练习啊。包括看世界各地赛区的职业队伍是怎么样的打法，他们的技术水平套路，希望尽快跟上这个世界级水平的队伍，这样我们才能有机会说去打败他们。该练习的也练习了，该骂的也骂，该说的也说了。我相信大家都是不希望自己练习那么久，然后去结果打出来是不希望看到的成绩。因为我是现在是指挥嘛，但是会告诉队友的心态就是说，我现在讲这些都可以去修去弥补，因为我们真正的比赛还没来，我们现在都可以去做修正，不要等到了我们资格赛、世界赛真的发生问题了，才要去后悔我们为什么没有修正这个错误，所以到时候都来不及了。对，自己也是很开心啊，能去德国打资格赛，那当然成绩的部分一定不会让各位失望的，对。我希望我在场上表现，当然就是，尽量不要去犯一些，常常会送死的错误啊，或者说可能点没有顾好的一些错误啊，我希望在场上我不会发生这件事情。我的远距离一定是非常非常的强，对。那我很希望说，最好是敌人不要在我面前，不然我跟你说会死得很难看的，真的。也许这一次的比赛是我最后一次的机会，我会想办法让我们整个团队拿到世界冠军，反正我不会让我父母失望，对，包括我支持我的那些亲朋好友们，对，然后我会全力以赴，加油。一旦转角遇到我，你就会变盒子。
最好小心一点。300米内，在我的视线范围内，你被我看到，你会被我一一放倒。不会再出现任何低级错误，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有威胁的敌人。我会是队友最强的后盾。RG Star， 加油！